Hello，今天吃一份清蒸的螺丝虾，还有三文鱼花。这个是溏心蛋。我要开始吃虾了，这个虾真的超级大一个。这虾肉很紧实，而且它表面还会有一些那个虾黄。我先吃一朵这个香，这一只真的超级大一只。最后一只了。还有六朵三文鱼花，这个三文鱼花是我自己做的，真的好大一朵啊。底下是没有饭团的哦。
这样子卷起来的。那我今天就先吃到这里了，拜拜。